以为家。什么叫做家啊？好，现在老师想请小朋友们把你家里面的爸爸妈妈还有自己画在我们的画纸上，好不好？希不希望爸爸早点回来，每天都和你在一起呀？想。那你现在用笔把爸爸也画在这个房子里，让他每天都早点回来，好不好？好。李法官，你好，你好，这位是李三哥。请问有啥事吗？李三哥在我们当地还是很有名气的吧？哎，李法官，听说你是孝子，哎，我非常佩服。哎，买点那个你妈妈身体不好的，买点小礼品，哎，请你把它收下。我那个案子，你看。这个呢就不用了，你清白孝子，你自己孝顺一点点，这个案子呢就比较好办了。哦，这些东西呢你就拿回去了。好，你把收下吧。哎，我去。哎，拿回去，拿回去。哎，好好，拿回去，拿回去。那就不送了哈。打住。家人都是亲人，应尊重老人的意愿。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向你起立。被继承人李富贵位于孟县官大七栋二单元402房屋，由原告李干继承，诉讼费6000元由被告负担。我不服，我要上诉。被告，请注意你的情绪，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期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28暂住签署之周中级人民法院。小凡，哎，考下你呢。嗯，你晓得我们今天去调解哪几家不？哦，我看一下呢。嗯，先是何哥家，然后这个是李婆婆家，嗯，还有一个。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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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下次呢就不要翻本子了，哦，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嗯，把它记得脑壳后头嘛。好。婆婆，婆婆，你在这儿啥子啊？要不你屋子那哈儿我送你回去。我没得家哦，哎呦，我没得家哦。小凡，来，我扶下这个婆婆，我晓得他们家在哪儿住了。哎，注意一下这个梯梯，嗯，啊。哎，这个大姐，打扰一下，请问你认识这个婆婆不得？认不得。你再好生看下这个婆婆呢。我记得上次我到你们村里来的时候，我看到你们两个都在这门口待着嘛。你这个人烦不烦嘛？认不到，认不到，听不懂话不？完了，咋个娶个你这样这个媳妇儿哦？我一天给你做这样做那样，你还心头不齐？我儿子没在家，天王老爷都管不到你了。你这个死老婆子，你究竟要干啥子嘛？你不要弄的，人家以为天天我在屋头虐待你。你这个，
哦，我晓得了，你原来是婆婆的儿媳妇嗦。哎呀，一家。你是一个问题，你那个记性在还加钱哦？啊，就说是住哪代住哪代啊！我不明白你哈。行行行，你还在想？你咋那个呢？你还要不要儿子嘛？给你打电话也打不通。电话？哦，没电了。儿子，儿子咋了？儿子高烧不断，医生说有一定的危险，现在都打呼难说了。在哪儿哦？在医院头嘛，在哪儿？哎，那我马上去。哎，我们先走哈哈。婆婆子看，你有这么关心过儿子没有嘛？你明晓得李三哥是我老板，就像我工作也丢了。你啥时候才能把心放在家里面，关心关心下我们这个家哦？李法官，这回妈帮我办个公道啊。好。好，你们都坐，来，请坐啊。今天呢，我们大家都难得坐到一起，有啥子呢？心结些，有啥子呢？其他啥事情都把摆出来，我们争取呢能把你们双方的这个心结都打开，是吧？金伯伯，哎，
哦，有啥事你就说。我是好久没有接发言门了，但是媳妇儿这个我对我不好，我是听到他们一家人的累赘了。儿子没在家了，就他就更加讨厌我，我就饭都吃不起。不好了嘞，要钱一分不给我，有家厨房门都给我锁到。我说不得不依找你们，这回嘛老了，求求你还是帮我办个公道哦，李法官。那儿子回来之后，他对你好不好嘞？儿子回来了吗？就我不想。反正你只记得到你儿子。儿子，你媳妇那天乱说你，那天我们媳妇说要离婚，是他的妈妈骗你乱说的。希望你们呢双方都能够理解一下，你呢要多理解一下老人家，他岁数大了，就不要计较得太多了，跟他呢一家人嘛要和和气气的嘛。俗话说得好，家和才能万事兴啊，你们说是不是啊？啥子回去了一家人就和和气气的，对不对？那你婆婆照顾好，人家身体呢也长得很好了，对不？好，喂，啥子？你们是哪个医院呢？好好好。哎，妈！不要紧张，妈，你的身体已经恢复了。妈，妈，老婆孩子，以后我一定多陪陪你们。我看啥子？何以为家，我看这个盒子啊应该改一下。对，何以为家，这就是